弟弟是因为同样类似一张照片，然后他妈去投了。我记得我弟弟那时候进到台湾时报去当记者，第一条相片，当记者的弟弟就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在小林小仙小林合床拍到这个新约教徒举出来大牌子，暴君必灭，暴政必亡，他妈吐血。我弟弟很高兴呢，头条就寄到报社去，报社给他讲说。 照片非常棒，但是我们不敢用啊。所以你报别的了。那第二过了3天，他又报了一头没有人照过到的相片，就是当时的这个台塑的那个废弃外泄，一个农夫在笋场的时候吸到那个废气，栽在那个场里面。我弟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会趴在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后来他就登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第3天那个采访主任就叫我弟弟说。 你还是回到美容去，这比较好发挥啦。<笑>那我弟弟就回到美容去当地方记者了。<笑>所以哦，有的时候在第一线去，就第一条相片啊，我头路会变无去的。<笑><笑>那三太啊，来讲一下嘛，你的资料无，哎，翕到相片的经过啦。真歹势，我第一无真高兴，因为我人一直长久以来都是用迄、那个。 北京有咧思考吼，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迄个过程较无了解。但是阮细汉时阵，阮爸爸、阮妈妈拢会讲啊，囡仔人吼、哦、有依无随吼，啊有依无随，阮都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嘛完全拢无真清楚。一直到我做兵的时阵，一直到我做兵的时阵，我伫海军做兵，就是1978做兵。 那1979年秘鲁岛事件，秘鲁岛事件的时阵，阮就已经知影讲外口敢若乒乒乓乓，所以阮的长官班长讲的，恁开始爱训练镇暴操，啊，我感觉足奇怪，啊，镇暴操要创啥？就是要来镇暴秘鲁岛事件遮的人吼。 啊！但是我是临时的啦，吼，不是不是真正的一个镇暴操的一个编制，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有一些想要去求证的一种心情，想要去了解整个美丽岛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啊，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 也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台湾的日治时代文学，就是那个叶石涛、叶老跟钟昭正他们所编的，像那个只有木瓜树的小镇、松包屋那一套，我从那一套书里头才开始真正了解过去台湾被殖民的那种生活形态，所以我是从一个淳朴的渔村。 的小孩，逐渐的去对这个社会要开始做一些批判跟挑战，所以我也就是在解严前，我就拎着我的行李，就到台北去找工作。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智利晚报》。好，所以刚我应该要容许我介绍一下其他12位的摄影师的。 他们的作品啊，但是我想你们可以慢慢看书没有问题啊。
那这本书的著成，当然我们要感谢李明勇李老师。李老师有一次在郑南榕基金会，因为是小霞的展览，所以在那个公开场合里头，他就夸下海口说：“不是夸下海口，啊，你在是要小海，是伊要伊要海伊家己，还是要海阮？”哦，哎呦喂，我记得好像国外有一个作者，好像有诗人跟摄影有一些作品的结合，他怎么去把它串成一本书？然后这本书是对台湾有意义的。然后李明勇老师就说：“哦，那我们找了十个或十二个摄影，那我就用我的诗来搭配，啊，将台湾民主运动史来把它做一个某种程度的陈述。好，但是这样的陈述，坦白讲，只有1%而已。这十二个人的手里的照片，绝对是一本台湾很好的民主运动的一个活字典。啊，当然我是期盼哈。那这里头像邱万新，邱万新一夜熟，各位知道吗？就是阿财店那个老板啊，还有张方文，还有曾文邦，还有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台湾民主运动的血统所产生出来的，也都是在那些当时的党外杂志，在那里担任主，有的当花型，也有当美编，也有当编辑，然后一方面也兼着拍摄，啊，摄影，所以这些人是毋庸置疑，就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血统。那我们可能比较不算，但是想一想，《资料报》为什么会《资料报》？是因为机场事件，我才毅然决然从高雄跑到台北，就是韩国瑜共的北漂啊，哦，然后我就去上班。那我这十二个作者里头，小霞是也在《资料报》待过，刘振祥也是，黄子明也是，曾文邦也是，还有许伯欣也是，所以协同都很纯正啊，绝对纯正。好，那就是吴景华老师刚刚说我们会惊死无？当然是惊死的哈，我们当然是绝对惊死，但是惊死的背后，我是希望讲可以。其实不是我高超了，就是为了买米而已，哈，为了买米，哈，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份薪水可以提供我们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叛逆的精神，在那个过程，在整个民主街头运动之中，哈，我们当然经历过解严前的禁锢，啊，包括冲撞的期间，包括后来真正的民主。这一段期间我们都走过，那走过当然，虽然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有一份背后有一份支持我们的报纸跟媒体，当然我们更支持我们的就是前面的群众，他对我们是一个肯定，所以你说我们危险吗？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危险。啊，那我想这几个人的摄影，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真的是很钦佩的一个人，就是陈伯文老师。啊，陈伯文，他以前也是做花型，包括也是做美编。那在美丽岛事件那个时候，毅然决然可以，他在监狱里头三进三出，我是智利晚报三进三出，啊。所以同样是三进三出，但是陈伯文的老师的照片也是目前唯一留下来最精彩的，包括桥头事件，包括美丽岛事件，啊，这些照片，我想他应该手头上还有，到底是有多少，我不知道哈。那我想，最后我刚说的说这十二个人是
不能说是国宝了哈，但是他这十二个人基本上参与过无数的社会运动，记录了很多的台湾民主运动过程的一些照片。这一本书，坦白讲，大概只有十分之一而已。那当然，我们更希望透过各位高雄父老乡亲，包括我们几位的大佬，是不是可以呼吁政府这一件事情，不是是吴李明勇老师已经跳出来做一个穿针引线，包括投石问路也好啊，当然希望说台湾的民主运动史不止只有呈现这里，应该是更多面向的东西呈现在我们台湾的民众之前，不希望说只有我们老会要摘，笑得要让我们摘啊，我当然是希望说这本书能够广泛的推广以外，希望政府也可以做更全面性的一个所谓的台湾民主运动史的一个编撰。以上是我在这里的报告，谢谢。